日前，中美青少年艺术基金会联合创办人前往沃利医学中心基金会，参与由湾区多家媒体、多个华人社团以及州议员、VMC 总裁以及警长组织的捐赠仪式。在仪式上，州议员代表政府对捐赠活动表示感谢，给予捐赠团体高度赞扬。根据了解，为了此次捐赠医疗物资活动，中美青少年艺术基金会主办加油加油，美国加油，我们与你同在青少年在线艺术募捐活动。据悉，中美青少年艺术基金会参与 CAC 手拉手华人社团组织的共同捐助活动，目前已经捐赠医院相关部门以及其他公共机构总计超过70余次，募捐物资总价值23227美元，募捐总额8379.54美元。